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何等感恩，我们能够来亲近这位又活又真的主。所以在我们这一生是短暂的，我们就是要选择来更加的爱我们的神，因为是他先爱我们。阿们。好吧，我们做诗歌来告诉他，主，我就是要更多来爱你，深深的爱你。哈利路亚，一起来唱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耶稣。是的，耶稣，这是我们对你的祷告。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更多的爱你，那今天我们先要来宣告，我们所献上一起来亲近你的神，你的宝贝神的儿女，哦，都能够这样的来深深来爱你。主啊，因为爱你是何等蒙福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在今天献上，我们用心灵照着你的真理的献上，愿你悦纳我们爱的献上。好吧，我们再唱多一次，再次告诉神，我要把你放在我生命的最爱的这样的一个焦点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如果你唱，闭上眼睛。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渴慕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。告诉神，深深爱你，耶稣。
超越生命中一切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哦，我爱你耶稣。是耶稣，谢谢你，是你先爱我们，充满了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改变了我们，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爱神，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爱人。谢谢你的爱先转化了我们，充满了我们，软化了我们的心，好吧，这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，感谢耶稣的爱，使我们这样的能够来贴近他，享受他的爱，在这一生最美的最美的生命，就是能够领受到他的爱，又能够来爱主的生命。主，我们就是这样的说，我们要爱你，我们要爱你。哦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这首歌真的让我们从内心要来爱我们的神。有一首歌告诉我们，此生爱主不渝，此生爱主不渝，就是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，我们要把握机会来爱主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玛利亚，当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把握机会，用了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身上，他用这样的一个行动付代价，这样的来爱主。因为若他不再把握这个机会来这样的献给主，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今天我们信了主的，被主拯救的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应当要把握机会来爱主。我们有三方面，我们要怎么爱主呢？当然第一个，爱主的人应该是愿意花时间与主在一起的人。今天如果有个人说我好爱你，但是都不跟你在一起，不跟你沟通，这是一个骗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像圣经里面的大卫一样，他就是很爱神，所以他还没有做君王之前，他就常常的弹琴敬拜上帝。当他做了君王，也没有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爱慕主的心。所以无论他多忙多成功，或者多挫败的时候，或者在逃亡的时候，他总是渴慕来亲近神。所以他的名言说什么，他宁愿住在耶和华殿中一日，胜于住在别处千日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立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。每一次天未亮，他还没有忙着传道之前，还没有忙着去做父要他做的事之前，他先都来亲近天父。甚至忙碌当中，他也不会因为忙碌就忘记了亲近父，他仍然退下到旷野，到某一个地方独自的以天父来亲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若说我们爱主，我们应该花时间，把好的时间来亲近他，就好像我们花这个半小时时间好好的来亲近神。阿们。第二个，一个说他要把握机会爱主的人，其实呢，他就是一个愿意尽全心全力讨主喜悦的人。什么叫做尽全心全力讨主喜悦？他就是愿意听从神的话，愿意去行出他的道，或者讲遵行主的话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
耶稣说，若听了他命令的人，明白他命令的人，又愿意去行的人，这就是说我们爱主。而且这边讲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当我们说我们爱主，我们遵行他的话的时候，就代表我们爱天父。神的应许说什么？他必向我们显现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会经历他的真实，我们会经历他的神迹奇事，我们会经历他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。每一天可以是非常幸运，或者是非常的蒙福的，非常的有神的恩宠的。哈利路亚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天神都要彰显他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。而且这边我们知道，什么人让我们学会了听见就要去行动？亚伯拉罕，他爱神哦。为什么？上帝说你把以撒献上，他就真的去做，而且是把最爱的儿子献上，唯一的儿子，唯一的传宗接代的儿子献上，不简单哦。但是他听见命令，他就去行动，他就彻底的顺服。最终神说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知道你敬畏我，没有把你最爱的不留给我，所以上帝就提升他成为信心之父、多国之父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爱神的人是愿意遵行神的话的人，所以让我们遵行神的话就是讨他的喜悦。第三呢，我们说我们爱神的人，我们愿意将一切献给主，唯要成就他的旨意。今天我们把生命、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才干、我们的金钱，金钱都花在可能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，或者为了我们所喜爱的。我们若愿意把我们的一切，只要是神要的，我们也献上，为了成就他的旨意，这就是爱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罗马书十二章一和二节，保罗特别交代说，所以弟兄们啊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在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存钱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愿意的，所谓的为着成就神的旨意而活，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而献上我们的生命，献上我们的时间、才干和金钱，为了他的旨意。阿们。这就是代表我们爱神。所以我们再讲多一次，爱神的人就是愿意花时间与他亲近的人，爱神的人就是愿意付代价来遵行他的话，来讨他喜悦。爱神的人就是愿意把生命献上，我要成就神的旨意。阿们。感谢主。所以让我们如同这句话所说的，此生爱主不渝，就是把握这一生，就这一生哦，一人只能够活一次，这一生把握我们的生命，每一天好好的爱主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那我们也奏诗歌来告诉神，是的，我们此生就是要爱主不渝。哈利路亚。谢谢耶稣。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间爱，造我拯救我，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是我的丰满主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然献上给你，唯有至深爱你不移。
上至今为你而活，我也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只身爱你不移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，我也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天地。多么美的一首歌，表达我们这一生就是把握这样的生命，把握这样的时间来爱主。在圣经里面，保罗说，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他说，神为那个爱他的人，已被你眼睛未曾看见，你耳朵未曾听见，你的心未曾想到的事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一生爱主是何等的蒙恩宠，何等的蒙福。哈利路亚。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艰难，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是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，唯有将全出生，我也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只身爱你不移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好不好？跟我这样来宣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是你先爱我，是你先呼召了我，是你的爱先充满了我，暖和了我，改变了我。在今天这首诗歌，我们也宣告，是我们向你的委身，回应你的爱，回应你的呼召。那我们这一生就是愿意把生命献给你，我们愿意更多来亲近你，我们愿意更多来遵行你的话语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也把生命献上，我要成就你的旨意。我们也把时间献上，我要成就你的旨意。我们也献上我们的资源，献上我们的金钱，我要成就你的旨意。求主悦纳，求主你悦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何等感谢你！哦，我把开口来感谢他。哦，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把握着生命，有限人生就是来爱我们的神。哦，拉达卡拉巴巴谢德德拉巴善奈。哦，来开口来感谢他。西格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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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爱你啊，耶稣。西格拉拉拉拉拉拉，何等感谢你，你的爱。就是更要爱你，哦啦啦啦啦啦啦，西嘎啦啦啦啦啦，当
主的爱再次充满浇灌。哦，神喜爱我们回应他的爱。西嘎啦巴巴巴巴，西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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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哦，哥瑞亚啦巴巴谢你。哦，耶稣耶稣，西嘎啦啦啦啦啦啦，西嘎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亲近，他们享受来爱你，哦，我们选择这样的来爱你，这一生主啊，就是要爱你，哈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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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亚，唯有至圣爱你不移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至圣爱你不移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游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全地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宣告，主啊，你的儿女的教会都是这样来爱你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举起手，我们要宣告神的教会。就是愿意这样的来爱主，花时间来亲近神，遵行他的话，愿意献上一切，我要遵行他的旨意，福音就能够广传到万国万民。哈利路亚！使主我们把全体你的儿女众教会，无论在我们的教会，无论在所有弟兄姐妹，在任何的国家，主啊，交在你手中现在。哦，因为你需要这样的人，哦，你需要这样的儿女来完成这幕后的托付，来完成你心意的托付。在这个世代，主啊，求你兴起教会，是愿你花时间来亲近你的，是愿你来遵行你的话的，是愿你来完成你的托付，付代价为要成就你的旨意的。希亚拉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兴起你的教会，你的儿女们突破每一个人，突破你的教会。古里亚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谢的，哦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，哦，神的教会，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的兴起来亲近他，来这样的愿意顺服他的旨意。古里亚拉巴巴巴巴巴谢的的的。哦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教会，赦免的儿女们没有这样的来爱你的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。哦，圣灵啊，求你再次点燃每个人对你的爱，对你的这样的真正的委身。好使福音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福音要兴旺，接着爱你的教会，爱你的儿女们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点燃点燃这样爱火的心，哦，爱你的心要点燃在门里面。西嘎啦啦啦啦，西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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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圣灵啊，谢谢你大大浇灌你的教会，你的儿女们。西嘎啦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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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说拦阻人心的退去，说蒙蔽人心的退去，说不仁不义的退去。奉耶稣的名，西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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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啊，你的爱再次的浇灌，
深深的充满吸引你的儿女们。希卡拉拉拉拉，希卡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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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哦那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希卡拉拉拉拉拉拉拉，耶稣耶稣耶稣，啊拉拉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宣告主啊，你的教会，你的儿女们在这个世代都是懂得回应你的爱，都是能够说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遵行你的旨意，我们也完成你的大使命，我们也驱使万民做门徒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，这说明祷告，让主的大爱借着教会要临到这些在急难中，在患难中，在医院，尤其现在全球在面临经济的困境当中的，还是这些政治问题的，还是这些在病患中，哦，在家庭的问题，在整个思绪上的混乱，哦，我们求神使用教会进入这些人群，让这些人的心都能够委身来相信耶稣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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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来，哦，来求神恩高使用神的教会，神恩你们，在每个家人当中，在每个朋友当中，在各行各业当中，来成为这样的一个爱的管道、福音的管道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把所有教会神恩你们宣告，在每一个岗位都能够兴起，成为你爱的管道，成为你福音的使者。哦，让人的心愿来归向你，接受你。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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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格拉巴利亚拉巴利亚巴耶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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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主啊，谢谢你让人的心被你软化，被你感动，都要来归向你，都要来更加的认识你。希格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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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希格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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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哦，因为父啊，你的爱要临到万国万民，你的爱临到这世上的人，你的爱要来医治那些病痛的，那些困苦的，那些流离失所的。主啊，使用你的教会成为他们的祝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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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使用每个你儿女们成为这样的管道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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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奈。哦，福音要进入在人群当中。主啊，更多人要归向你，在这个世代。我们感谢你的爱临到万国万民，感谢你的爱临到这些失散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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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爱你，爱你，唯有至圣爱你不移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，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
们举起我们手，为每个国家而来宣告主的拯救的爱，真医治的爱，真自由的爱，充满在每个国家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宣告万国，我们要经历到你的大爱。主啊，谢谢你赦罪的恩典，谢谢你医治恩典，领导我们的国家，领导万国万民，来恢复每个关系，来恢复每个生命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拯救，你的医治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，西格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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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西格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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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西格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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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西格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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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福音要兴旺在万国万民。哦，你的医治拯救领导，西格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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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神啊，把他把他把神来，主啊，医治每个关系，医治每个关系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医治国家之间的关系，求你医治人民跟国家之间的关系，求你医治每一个的主啊，种族之间的关系，你的爱能够来乱化人心，哈利路亚，西格拉巴拉巴拉，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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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来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好吧，这是我们提名为这两个人来祷告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能够站在这个需要上、破口上，因为你的爱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好吧，你想到这两个人的，还是你看着你祷告的，这时候你来提名祷告。哦，耶稣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时候我们同心合意，主啊，在你面前。把这两个人交给你，哦，让他们的生命走在你的旨意，让生命也懂得来回应你的爱。主啊，你爱他们，你已经拯救他们，哦，你宝血为他们而流。主啊，求你软化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够来回应你的爱，他们也能够这一生就是要来爱你，走在你最美好的计划。主啊，谢谢你软化他们，我们宣告在今年他们都要来归向你。主啊，你预备让我们的心敞开，让我们要回应你的爱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爱领导他们，领导他们，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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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来，充满他们，充满他们，充满他们。哦，耶稣啊，谢谢你，西格拉巴拉巴拉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是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。好吧，弟兄们，最后你安静，闭上你眼睛，你来默想。跟我们今天所说的，要把握我们的生命来爱主，我们愿意花时间与主更加的亲近，而且是稳定的，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，我们愿意献上生命来遵行他的旨意。好不好？你想一下，你可以做些什么，在这三方面你自己想一下，哪一方面需要改变，好使我们对主的爱是有根有基的，是真实的，是实际的，是有付上代价行动的。像玛利亚，她付上一年的工资买了真拿的香膏献上给主，是多么的值得。她的见证流芳百世，到今天众人都要以他为榜样的来爱主。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爱主将要影响你的子子孙孙，将影响你属灵的儿女，将要影响着所有的肢体。所以今天好不好，我们在结束前你默想在这三方面你要怎样来爱主，让我们领受的神的道，我们就要实际的去行动。
哈利路亚。那我们把握今生，把握时间。曾经有一个姐妹，她常常说，牧师，我会来侍奉神，牧师，我要来全时间侍奉神，牧师，我愿意，我爱我的主。但是基于常常的忙碌的工作还有儿女的事，她就常常有挂虑，放不下，就单年，直到有一次，她也没有想到，突然间她就这样的心脏病爆发而过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是不知道明天的，所以当我们真知道每一天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吗？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把握我们的生命，来好好的爱主，将会留给我们后来的人极大的造就和祝福。我们也不会浪费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短暂人生来爱主，去遵行他要我们所遵行去做的事。阿们。好不好自己想一下。是的主，感谢你。是的主，感谢你。好不好举起手。天父，我们把所有在线上一起敬拜一起领受你话语的弟兄们交托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，就是要来把握我们的有生，把握我们的生命，来爱你，来付代价，来亲近你，来遵行你的话，来献上为要成就你的旨意。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赐福弟兄姐妹，他们心里面回应你的爱，因为他们真知道你爱他们。主，让我们的献上都被你分别为圣，让我们实际的去爱人，我们实际的去传福音，我们实际的去爱家人，我们真正的去主啊，成为你的出口，成为你的管道。主啊，我们要更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你。奉耶稣的名，主啊，赐福弟兄姐妹有健康，有体力，有精力，远离所有的意外危险，有你的充满，圣灵的恩膏充满在你身上，使你能够成为爱的管道。你要把福音传遍你的家人，你的家人更多来归向主，你要把神的爱带给更多你周遭的人，很多人因为你而来认识神。主使用你，神恩膏你，你是能够做所不做，居上不居下的。神要使用你的才干，神必要使用你的金钱，神能够使用你的有生之年，能够来做代祷，能够来传福音，能够来成为你儿女子子孙孙的祝福，成为属灵后代的影响和祝福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赐福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，我们宣告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好不好一起说，这一生把握机会爱主，阿们。爱主永远不会落空，阿们。愿神赐福你。